看写本小说，我的脸摩托情商可高了，你要甩头小路别让他来乱乱乱了。亲爱的你，你现在走到哪里，依然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，是不是抱着泡面休息安静，等每一个约定等到最后一个星期，我们不过是听到的小弟，与朋友可能空气后才感到生活不易，这些年都好苦想要请你坐上我的夜摩托，我可以带你喝酒吃烤再唱歌，我的夜摩托虽然有点破，没钱请你回家。想让我们海报的朋友不要忘了手举起来，我的夜摩托我可以有没有海报来了，各位荧光棒的，各位海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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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要吗？都有了哈，都有了哈 ，OK OK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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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我发一下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帮我发一下。每一海报都要准备好，准备好。好。